胖胖虎，贝贝灯。早安呀，鲨鱼宝宝、鲨鱼妈妈和鲨鱼爸爸都在这里。鲨鱼宝宝，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？那里有很多很棒的工作。鲨鱼宝宝未来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呢？这是什么？有几个神秘的箱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，我们来打开看看是什么吧。鲨鱼宝宝变身成医生了，鲨鱼宝宝现在是医生了哦。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。我看到那边有个病人，快，我们去帮帮他吧。你还好吗，乌龟？别担心，鲨鱼宝宝会把你医好的。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乌龟说谢谢你哦。接下来会是什么工作呢？鲨鱼宝宝变身成警察了，让我们去帮助我们的朋友吧。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。我在那边看到一只调皮的海盗章鱼。海盗章鱼，不准动，你被逮捕了。鲨鱼宝宝救了这些朋友呢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医生和警察都很适合你。这是什么呢？是芭蕾舞者鲨鱼。鲨鱼宝宝好漂亮哦。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。鲨鱼宝宝跑到哪里去了？鲨鱼宝宝，你是大海里最华丽、最优雅的鲨鱼。我想知道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有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是勇敢的消防员。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。朋友们遇到危险了。鲨鱼宝宝扑灭了大火，你一定很害怕，但你是如此勇敢的鲨鱼宝宝。医生鲨鱼、警察鲨鱼、芭蕾舞者鲨鱼、消防员鲨鱼，每一种职业都非常优秀。那么你最喜欢哪份工作呢？无论是什么，你一定都会做得很好。
没错，鲨鱼宝宝做什么都会很棒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拼缝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咯。